大家好，今天是回乡盖房子的第十七天。今天的钢筋呢，基本都扎好了，底下的模具也打得差不多了。听师傅们说，今天加班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晚上要把底下浇筑上。地基扎钢筋、支模具，就用了两天时间。今天中午负责做大锅菜的陈师傅没来。哦，今天中午饭呢，我来做，让师傅们尝尝我的手艺。那今天看刚刚烀大锅菜啊，没有油，咱今天多放肉。这代表着五花肉吃才香。行啊，你这一锅肉呀，都是肉了。肉多了香。再说。来，给你烤东西。没有远烤，很咸。哎呀，我这还有。来，来，来，我还有。嗯，真香的肉。哎呀，让太香了。这个肉一定要使劲炸一炸，使劲煸一煸，把油炸出来，菜也香，肉也香。放上酱油。哎，这个白菜炒一会儿是出水的，如果水不够再添水，你先炒。哟，又买了水果，你怎么对师傅这么好了？以前我爸就是在工地上干活的，和多师傅们一样，我也希望我爸每天在外面都能吃得好一些。再打点，咱也是大肉片子一块。有馒头，也有煎饼，想吃煎饼吃煎饼啊。哎呦。对，咱家来。对，第一次炒大锅菜哈，我炒上来可以不？哎呀，你这里面都是肉了，我找不着菜了。肉太多了。肉多了香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肉不香。俺喜欢吃菜，刚哥的大锅菜。太好吃了，乖。嗯，来，刚炒这个菜太香了，好吃是吧？哎，好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。嗯，好嘞，好。好吃啊，是吧？嗯，太好吃了。好。你问我吧，你啊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，嗯，很香。好。